Alice， 我讲日本鬼故你听。话说有一对日本男女，佢哋同居啦，但系收入唔多啊，咁点啊？唯有住空宅啦。咁但系空宅住落去，竟然有后果喎。那个女仔发觉住咗之后，佢落街啦，过马路，成日个女人跟住佢，佢仲以为街坊啫，回头一望，见唔到佢个样子，因为佢个样子扭曲埋一撇，睇唔清楚个样子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佢都见到呢个女人，咁佢好惊咯。话俾男朋友知，男朋友好惊好惊啊！我落街嘅时候见到个女人，佢块面好似毛巾扭曲咗，我睇唔到佢嘅样啊！男朋友就话：有几惊啊？你搬咗入嚟住之后，你自己扭曲咗，你唔觉啫？啲衫架俾你扭曲咗，筷子俾你拍断咗，所有嘢水龙头又扭烂埋，你自己性格都扭曲埋啊！你冇发觉啊？应该受呢间空宅嘅影响、啊。各位男士，系咪你都想获得女性嘅仰慕眼神呢？第35季嘅日本就院空间。一季费用只是150元。